他脸真的是长得有够英俊潇洒。哎，啥？八个按键？等一下，我分不清楚是哪一边啊。那个会跳？喂，那怎样？刚才我记得还有一个代码是7跟7嘛，来试一下这个。哎，会解开什么呢？喂，问号阶段啊，怎么是你啊？ Alright， 有个问题，各位相信 Friday Night Funkin 的魔族也能破坏你的童年吗？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世人好几百年。哦，抱歉，拿错剧本了。我自己其实也是蛮好奇这个问题的啦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模组吧。Hello， 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K， 今天要为你带来是 Friday Night Funkin 两款模组，但这两款模组呢，可能会稍微破坏你童年的一些回忆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各位警告一下，那今天两款模组呢，可能都会稍微破坏到你的童年，或者是如果你害怕突发惊吓的观众，那记得请回避这部影片 ，OK？ 回避前记得按个喜欢哦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直接来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怎么这么安静啊 ？What？ 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？OK， 我们第一款要来看的模组呢，叫做 Slender To Be Mode。Slender To Be 呢是一款恐怖游戏，然后改编自天线宝宝的。那你会看到在游戏里面会有一个紫色的天线宝宝，然后脸是长这个样子。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好像有玩过这个游戏，好像有而已。希望没有啊，将会破坏我的童年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直接来吧 ，Let's go，Enter。哎呦！吓我一跳。OK， 它一共有两周哎，那第一周是教学周，好像没有东西耶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了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周吧。哦，我在这边。等一下，它难度是写 harder 吗？你看，直接放着不会显示，你要狂点才会有。harder 比困难还要更困难，所以上一个难度是困难喽。哎，真的哎。哟，那我们就来吧 ，harder 模式 ，Let's go， 一首歌而已。3, 2, 1, 哦，哎。背景后面那个好像是原本天线宝宝住的地方哎、欸，那什么按键啊？他脸真的是长得有够英俊潇洒哎，那个是突发惊吓按键哎、欸，哎呦，是会扣血是不是啊？来呗。我记得这个游戏好像有出过很多代、欸，还是我记错啊？哎呦喂 ！OK， 哇塞，有点难按哦。其实原本这个系列是要出在万圣节，但后来想说它已经出那么久了，那就先来拍好了。OK， 突发惊吓按键在那边，别按，哎、欸，那个算不对哦，所以还是按哦。Oh my god！ 嚯！Oh my god！嘿嘿，被吓习惯了，吓不到我了。哎、欸，想吓我是不是？OK。来吧，哇，好多啊，太多了吧？真的来那么多吗？等一下会有一堆突发惊吓哦，请做好准备。来喽，又来了。哇、哦！Yes， 就这样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 Free Play 好了。Free Play 里面会有一些新歌吗？啊，对，刚才没玩教学周哈。哎、欸，教学周的歌不一样哎、欸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Hard 模式 ，Let's go。3, 2, 1, go。啥？八个按键？是怎么按？哦，分别是 W A S D 跟上下左右。比突发惊吓更可怕的东西就是八个按键了。等一下，我分不清楚是哪一边啊。
No no no， 不要这样。哇！叭叭叭！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好像是在讲说，他们为了那个吃酱油，然后被杀，是不是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原本会有这一只哎，欸！ Oh my god， 不要这样 ！No！ OK OK， 我习惯了。拜。就这样没了。等一下，那下面的歌是怎样啊？哦，哎，这里还有两首歌哦，它这样藏起来的哦。那我们来吧，富尔哈迪，这个名字好像还听过。3, 2, 1, go！哦。哦，原来是这首歌，难怪怎么觉得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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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个是按太久，是不是啊？叭叭叭叭叭，那个不能长按，那个按一下就好了，突发惊吓那个按键。这声音怎么那么沙哑？你没事吧？哦 ！Oh my god！ 好烦哦，一直那个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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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！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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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！ 哎，有时候突发惊吓来太久，然后就直接让我少按一大段。拜拜拜拜。听说最近是不是有那个 Zaddy HD 啊？哎、欸、我没按到那一坨啊！不要激动啊！Oh no！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 ！No！ 那个突发惊吓干扰太多了，爸爸爸爸。还是那个不按没差啊！我刚才其实没有看清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算啊，那个不按是错的哎、欸，所以我刚才没看错啊，是一定按没错哦，好烦哦，一直挡我看那个路。我觉得那个突发惊吓的音好烦哦，一直挡我看那个。叭叭叭叭叭啊！我觉得它还有一段哦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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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占用你的喉咙啊，这样好不舒服的感觉哟、哦，太多了。No！ 哎。那个到底能不能按啦、啊？为什么血被扣这么多？我知道为什么这段会扣血扣这么快了啦。他有时候在黑屏的时候，他会帮你那个什么强制打开你的 all input。
哎呀，好烦哦。OK OK， 要来了。OK， 要来了。Oh no， 好烦这一段，还开欧影库哎。有机会吗？这次？哦！不要再那样闪了，好难看。哦！太刁钻了吧！结束。哦，有点难，因为他这边开了 all in pool， 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成功这首歌了。OK， 那我们看下一首吧。下一首呢叫做 Classic。3, 2, 1, go。OK， 又是你 ，Hello。这个音效怎么好像哪里听过啊？这个音效不就是那个吗？那个什么尖叫的音效啊？被改成这样怎样？然后这首歌有够难的。哦哦。OK。Oh my god， 好难按哦这首歌。嗯，啊怎么没有音呢？然后后面听起来有够难的。这首歌的后面呢，它的音好像都不见了，所以我们就先跳过这首歌吧。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模组还在 demo 状态，所以这边还没有开发完啦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看下个模组吧。You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二个模组呢，叫做 VS Sonic.exe， 索尼克.exe。那这个索尼克 1X1 呢，应该有一部分的观众知道。那个游戏就是你可以在游戏里面扮演索尼克的朋友。那你扮演索尼克的朋友呢，玩到后玩，你就会发现说游戏越来越不对劲，然后接着就会出现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啊？哇哦，开场超赞耶。撒回。嗨。刚才一开始那是谁？ No。 Oh my god。 没错，故事模式 Let's go。 Yeah， 这个音效超级经典，但有点恐怖。这个画面，如果你有玩过《索尼克 1X1》的话，你应该会很有印象才对。么么么么么 ！Oh my god， 还有这个动画。怕爆！完了完了 ！Oh man， 是那个开场哎。后面那一位是 Tail 吗？还是谁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来呗，来呗，来呗。Bam。这首歌的开场会不会太长了吧？耶、yeah ！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只手啊？所以这个是有人装扮的喽。Oh my god！ 来来来！
这什么案件？怎么越来越快了、啊？是我错觉吗？耶、yeah ！认真。哦，刚才是不是跳什么东西出来啊？那个会跳？喂，那怎样？吓我一跳！啥啦？那红色暗道啊？红色如果没按的话，等一下画面很乱。耶、yeah ！虽然没那么恐怖，但有点恶心啊。啥？这个？哦 ，Oh my god！哦哟！难怪想说我画面怎么卡了一下，有点难啊这首歌。喂！哦 man！OK， 自动化。那个画面太逼真了吧？谁啊？啊？一二二五七七三一四一一，还没看完欸。我们解锁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啊？声音测试。所以就这样没了？声音测试要干嘛？哦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不是可以调什么号码？哦，没错。刚才你还记不记得画面上有一大堆的代码吗？那个代码可能就是他输入进来的。我记得第一串好像是1225，圣诞节那一天，是这样吗？真的哎、欸，会解锁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哦，一首新歌哦。嗯。画面这个是谁啊？哇、哦，音乐好听哦。嗯，呗。那个好像会转呢、欸。哎呦哎呦！来呗。来呗来呗，嗯，哎，哦 man， 音乐不错，音乐不错。比第一首好太多，第一首有点恐怖啊，这首就不会了。啊？哦，是怎样？哦 ，man！ 哇塞，有点难。嗯，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！双手举起来，各位，拿起你的荧光棒。虽然我对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，
哦，这颜色太相近了，好难看哦。No no no！ 哦，天哪！刚才我记得还有一个代码是7跟7嘛，来试一下这个。哎，会解开什么呢？喂，问号阶段啊，怎么是你啊？ Oh no， 不妙！后面那个触手术是怎样啊？节奏好像哪里听过欸，嚯！Oh my god！肚子上面被划了两刀，好可怕哦！吧吧，是哪一段呢？有没有观众知道？没了。结束了吧？还是还有？来试一下三跟一，三一，终于解开什么啊？啊！再来41-1 ，OK。什么啊？哈哈，下一组是12-11。这不是 Papyrus 吗？再来下一组是11-9。这个是哪位啊？再来328。You are sus， 你很可疑哦。好，赶快跳开，赶快跳开。再来6跟9。哦，这个是制作人员名单啦。Thanks for playing， 耶、那我记得还有一组是6927。You're not that guy, pal. Trust me. You're not that guy. OK。哈？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好，观众们，那以上就是今天两款模组，那希望各位喜欢。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看的模组呢，那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吧。好了，观众们，那我是 DK， 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喽 ，Peace out。